欢迎继续收听由紫金为您演播的长篇悬疑推理小说《无罪谋杀》。杜志勋催促说：“怎么不说了？接着说。”郭蓉蓉卖了一个关子：“组长，您知道这个拉玛依是谁的学生吗？”“他是张欣然带的硕士研究生。”“哪个张欣然？不会是目击南大碎尸案凶手的那个女老师吧？”“就是她，是不是很巧啊？”“你还查到了什么？接着说。”“根据我打听的情况，被害人拉玛依昨天晚上大约9点钟离开宿舍，室友曾问她去哪儿，她说去办公楼看看老师，回没回家。她指的老师应该就是张欣然，昨天晚上张欣然就是在学校里过的，没有回家。”“那拉玛依后来有没有回过宿舍？”“没有。更巧的是，有人在食堂看见拉玛依买晚餐，你猜猜他想干什么？”“这么晚了买晚餐，不会是给张欣然送吧？”“不会是组长。哎，对了，他昨天晚上啊，就是给张欣然送晚餐去了。当研究生的讨好自己的导师也是理所当然，但问题是，他送晚餐之后就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了。我们在调查这件事的时候，碰巧还有一位昨天在办公楼值班的保安向我们透露一个线索。他昨天晚上大概9点半左右在楼里巡视了一圈，经过一间办公室的时候，听到里面传出争吵声，然后跑出一个女学生，似乎是赌着气离开了。那个女学生就是被害人拉玛依，那间办公室我们打听过，昨天晚上那段时间呢，只有张欣然一个人在。这样一看，前后各个目击者提供的线索就联系起来了。拉玛依昨天晚上离开寝室之后，去食堂给张欣然买晚餐送去，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两个人发生了争吵，然后他独自一人离开，之后就失踪了。郭蓉蓉的调查结果，让原本就开始复杂的案子更加复杂了。刚刚柳飞推测出凶手是外科医生，现在郭蓉蓉又把怀疑的矛头指向了张欣然，每个人又似乎都有道理。杜志勋问柳飞说：“你怎么看？”柳飞偏偏避开他和郭蓉蓉的分歧没有谈，而是说道：“拉玛依离开办公楼的时间倒是确实与尸检判断遇害时间相吻合。”郭蓉蓉问杜志勋说：“怎么办，组长？这个张欣然，把他找来吧，先不要声张，就是让他来认个尸，顺便了解一下情况。既然没法确定任何一种可能，那就全部调查，或许能找出其中的联系。”张欣然第一次走进停尸房，那种冰冷的寒气和一片死寂的苍白房间让他本能地产生畏缩，他勉强支撑着自己单薄发抖的身体。法医柳飞就站在一个盖着白布单的推尸车的旁边，躺在车上的尸体透过白布单呈现出一具僵硬的人形。张欣然双腿发软，都有些不敢往前走了。带他过来的郭蓉蓉轻轻在他背后推了一下：“张老师，请你过去看看是不是你学生。”这是杜志勋的主意，他想先试试张欣然的反应再看看。张欣然鼓足勇气，硬着头皮走到推事车前。柳飞面无表情地看了他一眼，张欣然的脸色几乎跟盖尸布是一个颜色。柳飞掀开覆盖死者头部的一角，露出了被害人的脸。张欣然勉强低下头看了一眼，当他的目光一接触到死者，就像怕被咬到似的，急忙就逃开了。站在一旁的郭蓉蓉看在眼里，就问他：“是你学生吗？”“是。”张欣然勉强从牙缝里挤出这个字来，脑子里嗡嗡作响啊，
昨天还朝气蓬勃的学生，转眼之间已经变成一具冷冰冰的尸体。你再仔细看看，别再搞错了。没错，就是他。你只看了一眼，就确定没有看错吗？还是你很确信，他肯定死了？我不太明白郭警官你的意思。那么，这个你明白吗？郭蓉蓉平时胆子小，关键时刻不知哪来的胆量，一把掀开白布单，正好露出被害人胸口的刀伤。此时刀已经拔出，只剩下一个深深裂开的刀口，贯穿胸口。张欣然不想看，还是忍不住看了一眼，全身就像突然遭到电击。尤其当他看见尸体中间一条麻线缝合的巨大刀口，胃里东西一股脑涌了上来，蹲在地上呕吐起来了。郭蓉蓉根本不给张欣然喘息的机会。被害人是胸部中刀而死的，遇害时间是昨天晚上10点左右。在那之前你见过他们？我见过，张欣然虚弱地回答。在什么地方？在我办公室里。那么晚了，他去你办公室做什么？他给我送晚餐。你叫他来的吗？我没有，是他自己来的。当时办公室里只有你在吗？是的。你那么晚在办公室干什么呢？我手头上有一些工作没有做完。也就是说，昨天晚上9点之后，办公室里只有你一个人是吗？整整一个晚上，只有拉玛依一个人来过你办公室是吧？是的。那么昨天晚上，曾有人路过你的办公室，在门外听到里面传来争吵，那就只能是你和你的学生在吵架了。张欣然稍微缓过来一些，慢慢站起来。面前的郭蓉蓉已经不是前几日私底下见面时那个娇蛮调皮的小姑娘了，她一脸严肃明察秋毫的目光让张欣然倍感煎熬。她努力克制内心的慌乱。郭警官，你对我说这些是在暗示什么吗？我是做例行公事的询问，毕竟你是死者生前最后见到的人，我们理应向你了解一些情况。你现在都了解清楚了吗？还有一个问题，在你学生拉玛依离开办公室之后，你在哪里？我一直待在办公室。你确定吗？郭蓉蓉那对大眼睛灼灼地盯着张欣然。张欣然心口一阵慌乱，无意中又看见躺在身边的拉玛依，他闭上眼睛平静了一会儿，缓缓说道，让丁医生来吧。什么？让丁前来，我想跟他说。无罪谋杀 VIP 版本，每天至少更新8集，好听的故事无需等待，直接在喜马拉雅 APP 搜索无罪谋杀 VIP 就可找到购买。有任何问题，可以加本集标题我的微信咨询。感谢收听。